陈安搞笑招式，幽默才华怎能掩盖？招式一，跟之 boy 自黑到底，心中坦荡走四方呀。你就喜欢把做好菜的地方都收拾得特别干净。其实我也喜欢乱的感觉，我书桌、我学习桌上面都是乱的。但是我感觉你还是特别的喜欢把东西都规制得干干净净。因为这是在镜头前面嘛，因为这是在镜头前面嘛。怼怼更健康，易烊千玺的综艺感也是没话说。它里边既有故事，又有原文，又有译文，还有对于丹老师的介绍。那我就看语文书就好了，又有原文，又有知识，还能考试。是这样的，但是他不是于丹老师，于丹老师他是我的妈妈。于丹老师说：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”哇，完全拜倒在千玺神速运转的脑回路上了。招式三，百分百神总结，利用这个法子一秒区分姐姐粉和阿姨粉。其实每次机场接机那些粉丝就是姐姐粉的话就是拿着手机对着你，哎呀好帅好帅好帅，然后阿姨粉就是护着走走让我儿子走，就是这样。招式四，不可复制的一本正经，对于时尚感易烊千玺那理解力是无敌的。首先呢，这个黑色配金色，这个是现在潮流的一个底色，金色中间再来一个蝙蝠侠，再上这个稚嫩的脸庞，这就是一个完美之作。冰与火，冰与火的完美融合，哈哈，膜拜我喜。请问说好的高冷霸道千总范儿呢？